每个人都渴望拥有一个安宁平静的生活，一个能够让我们享受天伦之乐，在工作上能与同事和睦相处，与亲朋好友相聚的地方。数百年来，马尼拉华人区的 Binondo 一直是非华人士们建立友好关系的地方，同时也是菲律宾的商贸中心。先辈们在此地白手起家，成功地建立自己的事业，现在能够在奢华的环境中生活的梦想即将实现。华人区更精彩、更有活力的崭新生活方式即将开始，欢迎来到君临天下华人区最令人羡慕的豪华地标。拥有47层楼的君临天下是美嘉房产著名的建筑项目。美嘉房产为菲律宾最佳的地产开发商，而且以无数的建筑项目成功地改变菲律宾人的生活方式。君临天下将坐落在充满历史性和贸易活动的繁华都市马尼拉。耸立在地平线上，君临天下让您能够每天享受马尼拉最美丽的景色，包括王城区高尔夫球、马卡蒂都市的新潮建筑，还有浪漫闻名天下的马尼拉湾夕阳。君临天下让您像皇室般享受美好生活，不管是在宽大的泳池中游泳，在室内羽毛球场与朋友比高下，健身房做运动，在慢跑道做晨运，或是在大厦的空中花园体验大自然的美。小朋友们可以在儿童游乐场快快乐乐地玩耍，与爸爸妈妈、兄弟姐妹们在苍翠繁茂的园区中野餐。君临天下也设有托儿所与补习室，让您生活更方便。君临天下的平台楼层设有餐厅、精品店、美容院与咖啡厅，让您在闲暇中享受着生活的乐趣。对于工作，其大厦设有商务中心和宴会大厅，随时为您提供服务。无论是单身或是大家庭，君临天下的装潢设备一应俱全。单位有一室室、单房、双房、三房，与宽阔的四房和五房任君选择。君临天下让您安心地居住，因为这里设有24小时保安服务，并有马尼拉独一无二的室内录像对讲机装置。与美嘉房产其他的开发项目类似，君临天下离马尼拉的商业场所、著名华校与大学都是数步之遥。其所处的中心位置与最大的银行、金融和保险机构也是近在咫尺，同时也毗邻城中最大的批发商场以及购物中心，包括新天地批发商场和美嘉广场名牌商场。另外，附近的美都行 Metro Gaisano 超级市场让您购物轻松方便。 Binondo 在菲律宾历史上是一个具有传奇的地方，而且君临天下靠近马尼拉历史性的建筑和古迹，同时四周也被该市的顶级中非餐厅所围绕。所有美嘉房产的开发项目都有专门 CityLink 空调巴士互相连接及服务。更好的是，君临天下的住户还可进入其他的美嘉房产社区，享受无尽的游戏、娱乐以及休闲、用餐和购物乐趣。
对于那些希望在菲律宾永久居留的人士，你们用于申请特别退休居留签证的款项，可以转成投资君临天下的付款。根据与菲律宾退休署的一份协议，这一专项礼遇只提供给君临天下的买家。事实上，君临天下对于许多人来说意义重大。年轻夫妇的一个新家，学生的一套公寓，您享受退休生活的一个地方，或是您和家人的安身之所，不管您的选择是什么，君临天下都将在传统与现代、商业与家庭、满足与富裕之间提供一个和谐的避风港。君临天下，您在华人区的豪华地址，属于您自己的一片天地。